欢迎收看《金牌特派：国际奇案》。八零年代初，美国曾经发生了一起命案，却因为太过离奇，成为了悬案。历经三十年后，又是怎么抓到凶手？来看这一起“谁杀了凯琳”事件。1980年6月6号的早上，美国犹他州警方接获了报案电话，一名男子慌慌张张地说，他的妻子被谋杀了，地点就在盐城湖附近的伍兹克罗斯的家中。伍兹克罗斯，它是犹他州的一座小城市，人口不到10000人。警方赶到了现场，发现死者是25岁的凯琳，沉尸在卧室的地板上，脸朝上，脖子有明显的勒痕，死因是窒息死亡。另外，身体有多处的抓伤，卧室一片的凌乱，显然现场曾经有打斗，其他的房间也都没事，也没有外力侵入的痕迹。研判凶手他是拿着钥匙，或者是熟人所为。报案人是死者的丈夫史蒂夫，他在当地一间制造航空零件的工厂上夜班。根据他的说法，5号的晚上，两人在外面甜蜜的用餐之后回家，直到晚上12点，他出门上班，独留凯琳在家。当时一切正常，结果隔天的早上下班回家，就发现命案。但又没想到的是，当死者的妹妹可可到场，却愤怒的指控史蒂夫，也就是他的姐夫，设有重嫌。这可把警方听懵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凯琳从小就是校花，身边一直有人追求。而在高中毕业之后，1977年6月5号嫁给了史蒂夫。原本幸福的小两口，却因为常常吵架，3年后就分居了。凯琳搬回了娘家，结果1980年6月5号，也就是结婚纪念日的当天，凯琳接到史蒂夫的电话，邀约要一起共度烛光晚餐。凯琳答应了，但是他也告诉家人，他决心要跟史蒂夫离婚，刚好利用吃饭的时候告诉他。家人怀疑是凯琳提出了离婚，让史蒂夫气到下毒手啊。这下有了杀人动机。再来看犯案的时间，凯琳和史蒂夫是在晚上8点在餐厅用餐，9点半离开，而回家的路程约半小时，也就是大约晚上10点到家。这一点有账单和路人来证明，而发现尸体是在早上7点多，所以遇害的时间应该是在晚上10点到隔天7点之间。再根据胃里食物的消化程度，法医评估应该是在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2点的这一段时间，范围又缩小了。史蒂夫是晚上12点出门，有充足的犯案时间。当警方将矛头指向史蒂夫时，他却爆了一个料，凶手啊，可能是一个叫巴夫的人。原来啊，巴夫是凯琳的追求者，当时在高中的时候，巴夫啊就猛烈的追求凯琳，只是没有成功啊。后来看到了凯琳分居，再度献殷勤，史蒂夫说，一定是看到凯琳要和他复合不甘心，巴夫啊才是凶手。警方听着也有道理，找到了巴夫，但是他也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。他说了，凯琳在分居之后才接受了巴夫，也说要跟史蒂夫离婚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一面之词。最重要的，巴夫当天呢是夜班，晚上6点上班，凌晨1点下班，然后跟同事回到了宿舍睡觉，隔天7点才离开，有不在场的证明。再加上死者的母亲，她也作证，女儿多次的表示巴夫才是真爱。如果母亲的说法是真的，那死者的丈夫史蒂夫很可能就是凶手。史蒂夫没有回答警方的质疑，而是再度的爆料，还有一个人有问题，他叫欧文斯。警方问，这欧文斯又是谁啊？他说啊，欧文斯是他的好朋友，也是同事。
他知道欧文斯很色啊，他曾经利用夫妻聚会的时候一直在偷看他老婆，而且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。第一，欧文斯的当天是早班，所以他有充分的时间来犯案。第二，欧文斯的脸和手在命案发生之后有疑似抓伤的痕迹。这么说来，这个人的确可疑啊。欧文斯他也喊冤，没错，他是早班，不过当天晚上八点跟朋友待在酒馆喝酒，通宵达旦，隔天早上七点才散会。至于身上的伤痕，是因为喝多了不小心受伤，也获得了朋友证实啊。再加上没有杀人的动机，所以欧文斯他的嫌疑也被排除了。到了这里，警方看了一看，只有史蒂夫是唯一的嫌疑犯啊，直接以一级谋杀指控史蒂夫。1980年12月，陪审团一致认为史蒂夫无罪，当庭释放。原因是因为只有推测，没有犯罪的直接证据，狠狠打脸警方和检察官。所以，是谁杀了凯琳，因为没有答案，也就成了悬案，慢慢被人遗忘了。一直到了2007年，这时警局新来的警长叫班森，发现有个女人啊，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来问案情进度。好奇问了同事，才知道这个女人叫可可，关心的居然是快30年前的命案，而且是一桩悬案，引起了警长的好奇心。这家人为什么不放弃？他想说调出当年的资料来看看。找来找去，好不容易在警局的储藏室找到一个旧旧的绿色手提箱，命案发生之后就被丢在角落，根本没有人知道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。反正它就是陈年的悬案，也没有人想碰。警长班森打开了箱子一看，有一堆当年的采证的记录文件，但是啊，他的目光却锁定在证物袋里面有死者的指甲样本和内裤，引起了警长的注意。他突然大声的惊呼啊，这根本就是满满的证据啊，因为早期的检验技术不够，当时验不出来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指甲立刻进行 DNA 检测，结果让警长大吃一惊，真的验出了两个人的 DNA， 除了史蒂夫，大部分都是欧文斯，也就是史蒂夫的同事。更重要的，死者内裤的血滴也是欧文斯啊，显然欧文斯是到过现场。问题也来了，假如他是杀人凶手，那他的不在场证明又是怎么来的？班森警长再度寻访当年的证人，他们回忆当晚确实是一起喝酒，不过啊，后来大家喝嗨了就分别去把妹，如果欧文斯中途离开再回来是有可能的。基于这些证据，警方立刻逮捕了欧文斯，重新指控他。欧文斯那一天晚上在酒吧等到了史蒂夫在上班之后，就到他家去找凯琳，因为双方都认识，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开门了，接下来意图对凯琳毛手毛脚，遭到反抗被抓伤。欧文斯啊就下毒手，血还滴到了死者的衣服上。这就是真相吗？即使欧文斯他不认罪，后来2009年的5月，就在宣判的当天，换欧文斯他爆出一个让人更惊讶的料。他先是坦诚杀害了凯琳，不过是凯琳的丈夫史蒂夫要求他这样做。他说啊，史蒂夫早就知道凯琳不爱他，爱的是巴夫，既然这样那就除掉他。史蒂夫呢还为妻子凯琳买了人寿保险，这样妻子死亡受益人就是丈夫了。而且史蒂夫承诺只要杀了凯琳就分他一半的保险理赔金，简单说就是丈夫付钱买凶杀妻。欧文斯说的煞有其事也震惊现场的所有人，难道史蒂夫才是主谋啊？当时法庭上所有人都看着欧文斯，他接着说，
当时他只是想要告诉凯琳真相，结果双方发生了争执，最后意外掐死了他，不是故意杀人。警方一查，史蒂夫也确实有帮凯琳买了一份保险，不过是工厂的福利，保额也只有50,000美金，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份保单和凯琳的案件有关。而且他指控了半天，却完全提不出史蒂夫教唆杀人的证据，包括不是说要给他一半的理赔金吗？欧文斯说啊，最后他没有收下这一笔钱，没有收钱的记录就没有证据啊。2009年5月21号，陪审团一致认定欧文斯一级谋杀罪名成立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至于史蒂夫被指控买凶杀人，因为证据不足，指控被驳回了。这起悬案因为一个被遗忘的手提箱，意外让躲了29年的凶手曝光。这是谁杀了凯琳事件的始末？最后，你是相信史蒂夫，还是凶手欧文斯的说法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金牌特派，下次见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7大保证，7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